12万8，直接12万，不要再跟我们抢了，谢谢。我真的见识到这些妈妈们的威力，好恐怖，疯了疯了。这一套是不是行家在买的？但是底下这个就训掉了，这可是民权板凳，没有还人家的哦。等位，我三孔树三里哦，我丢有你六四情，我给他叫来板凳。去哪地方去问板凳干嘛？12万8，12万8，确定好，12万8千元成交。底下是2万元，2万就要卖了，你买贵了10万。我本来想说2万我就全卖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恭喜12万8千元成交啦！谢谢。干哥来喽！堆得满山满谷的餐具组，难怪老公会受不了。可怕了，各位。 还没有看东西，我个人就想出价啊！是什么东西？太令人感动了，还没看到。我跟你讲，这跟我个人爱好竟然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也是一堆这些东西，收藏到现在，我个人在这上面花了将近300万元。哇！真的假的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太傻，很想看的，对不对？姐姐先讲两句。 这些东西困扰你多久？啊，超过7年了。7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家除了厨房跟浴缸以外，每个地方都被这玩意儿给占满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没有啦，哪有这么？这太夸张了，连沙发都没得坐，每个地方都给占满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占满了他们家呢？嗯，开。 天哪！哎哎哎，这个厉害了，各位，这零件每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掉啊！我跟你讲，现在讲到重点，是最害怕的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根，这根掉了，绝对找不回来。这个这一次是黑鸟嘛？对，这是佛教。现在已经退役了，观众朋友，我拿在手里，心里是感动的哦。您竟然会收藏到这种梦幻一品级的，啊，这是梦幻一品，那么厉害，而且它是金属的哦。对，它是金属。 它是金属做的，这是1/12的高级的金属模型 ，SR-71 都是在事故中坠毁，全世界飞得最快的飞机3.3倍音速。那美国空军已经退役了，所以现在讲到这个东西的话 ，Blackbird 黑鸟，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，音速又称之为马赫，所以马赫，所以这个可以飞到3点多马赫，就音速的3倍多。 所以你一转，你听到打嘞，砰砰，有没有？但是它会在比如说这个航空母舰上面，它穿越飞行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后面有一朵云，为什么这样？比如它自己产生了烟，但是它跑得比那个烟还要快，窜过那个烟。没错，没错。女生听着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不懂。我再考你。 那这一个应该是金门当兵退伍送的吧？对，我告诉你，还包成这样，这叫 M60坦克，这就是 M60，M60就是M60， 相当普通的坦克，但是它要有场景，有树，有草，还有士兵，还有这种。跟大家介绍一下 ，M60 就是国军在使用的坦克，对，这是波湾战争的时候美军部署在伊拉克是有战功的。但是 M60 战车已经很老旧了，非常老旧了，差不多有80年，所以即将由它来取代它，叫做。人掉下来了，这叫做 M1，M1，M1坦克，打伊拉克的时候就这个，对，打伊拉克，沙漠风暴，战争英雄，全世界最吃油的坦克，我们现在开车气缸可以60公升，对不对？对，是60公升。它一发动，准备开始跑的时候，就已经用60公升，60公升的油啊，好不环保哦。所以它在跑的时候。 油罐车跟着他屁股后面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补极限很长就对了。天哪，这一台台湾买得到吗？买不到。这我好像在美国有看过。这一台应该是韩国的啦。乱讲。SJ 嘛。SJ 嘛。Super Junior。这是也是波湾战争的，叫 F-15 打击鹰 Strike Eagle。 打击鹰是什么呢？打击鹰就是说，它可以带着8吨的炸弹，它可以飞到一个。
国家去把它整个都给搞夷为平地，直接把一个国家炸毁了。大家仔细看它所有的细部结构，是好漂亮，我告诉你这是手工的，全世界独一无二一架，它可以进博物馆去展览的，不会有第二架。有没有看到？真的行家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大家都认识它的，对，汤姆猫。汤哇哦 ，Tomcat， Tomcat， F-14 Tomcat， 大家还听过 ？I went through the sky。又在卖青蛙呗？介绍就好了，收视率很好，介绍就好了。刚刚大家都喜欢看啊。你花搞钱了，贵光，人可以招料。我拿安尼抢吼，收视率如管。大家知道很帅帅的汤姆克鲁斯，对不对？他的《捍卫战士》Top Gun。里面的主角主人翁大枪，哇哟，就是这一架。但是我们聊一下大家知道的好不好？这一部大家都知道，这一部一二三，嘿，拍照拍照，阿帕奇，他那个当时拍那个照有真的有泄密之嫌吗？我们现在不要没关系，要讲不中意了，我们现在要讲真的，我就跟你讲说，那根本。所以说我们何必要这样去对付一个艺人呢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真的讲，当时我在脸书上面我就写说，不要去这样对待一个艺人，因为不是他的，不代表本台立场。哎，基本上 OK， 不行，立哎，不会赛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要来站虾，你们要来哎，姐姐我也害怕啦，姐姐好怕，姐姐，直接来寒假了啊，各位，我呢给他出68000。68000，收集这个最大的快乐就是那过程，是，其实收藏起来是废铁一个，但他把这个飞机你知道吗，放在他的书桌的背后，是好像万箭穿心从他背后穿过去，对，所以他闯祸连连的时候风水坏了，刚刚继续乱讲话，你看真的确实是如此。詹老师真的到我家去过，詹老师当时就跟我讲说，哎，飞机不要对着你自己，要对着外面，对着外面，不然会万箭穿心。老婆做戏的宝物竟然是美女的最爱，到底是想怎样？牛津佛唐卡百年好合合什么啊？佛头那你又一尊，你到底是要出家还是我要去当尼姑？请揭晓。哇，36000可以吗？哇，詹老师头上写一个什么大的英文字 S 有没有？傻。